如果西方这个视频，Toby 点赞、收藏、一键三连。OK，何撮っとんじゃこら！なんか、なんなんて。なんもうめっちゃムカつくわもう本当にもう本当嫌。りゅうちゃんの友達これ見たらドン引きやん。なんなんこの奥さんってなるやん。いいよ、今日はヤクさんについての話だから。いや、いいよじゃないんや。こっちがよくないんやわ。忙しいのに何とっとんじゃこら！好了，我是鱼龟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一菜时间啊。先介绍今天的菜啊，这是一个汤，肉丸子菜汤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家必备可不可少的黄瓜，还有一个萝卜炖的鱼，这个是红烧肉，我老婆做的。嘿嘿，哎，儿子，喝水喝水。好吃吗？好吃。どれが美味しいの？お肉食べて。パンパン。リンダ。リンダのこれ。我老婆做的红烧肉，我尝一口啊，味道如何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耶！で、何味かわかる？この料理。パイナップルジュースで簡単。ハワイアンポークスペリアブ。スペアリブ風。これお姉ちゃんもういいやん。キリちゃんはさ、キ別リちゃん吵架。はあるんやから、キリちゃん絶対あっても大丈夫やん。很多人啊问我关于日本黑社会的一些问题，日本的黑社会是不是都是老头？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日本黑社会。以前的日本黑社会是不是合法的，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应该是不违法吧。具体几年前我忘记了啊，日本颁布了一个法令，就是驱逐一切暴力团。然后这个法令出来之后，然后就是很多地方就是不接待有纹身的客人，包括现在去买保险干嘛的。法令颁布以后，就造成去温泉还有就是游泳池，他们都不允许有纹身的进入。水上乐园的话，你要是有纹身的话，一定要把纹身盖住。不管你是为了时尚去做的纹身，还是为了就是混黑社会的纹身，这个他们不管。然后这个法令推出了之后，有很多店不能接待暴力团，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去买房子签合同，就是买卖合同，有两条吧。第一条就是你是不是暴力团的成员，如果是的话，这个合同签完之后，到时候还会把这个房子收回来，然后再收你70%的违约金，1400万，等于是你的房子领不到，然后再加70%的违约金。然后第二条是，你把这房子买完之后，是不是用于暴力团成员居住或者是办公室？如果是的话，房子收回去，然后再收你30%的违约金，就600万。因为房子买的时候2200万吧，然后我当时就说，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咱不是干那行的。然后第二天我去银行申请贷款签合同的时候，问你是不是暴力团成员或者与暴力团成员有关系，如果是的话，合同你带不出来，你在银行开户都开不出来。这也就回到最开始有很多网友问我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只是老头比较多，年轻人没有？这么苛刻的条件下，年轻人就干这事儿，银行卡办不到，那信用卡更办不到，想买房子买不到，有可能租房子租不到。所以如果他们加入黑社会，这一辈子不等于完了吗？日本的黑社会只剩下年纪大了。关于日本黑社会，我知道真的很少，因为通过看新闻呢，
会听别人日常经历去感受到的一些事儿，有可能说的很不对，你如果说错的话，大家请见谅啊。好了，希望视频点关注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。